本所于今年6月25日查获陈姓民众在忠孝东路四段酒后驾车案。陈民遭拦查的时候，虽然表示他是有请代驾，但是因为代驾没有把车子停好，所以他自己亲自又驾车来移动车辆。虽然这个距离不长，但是呢，无论远近，只要有饮酒的情形，就是不能开车。警方依法对陈姓民众实施酒测，测得酒测值0.78毫克，依公共危险罪嫌来侦办。另外，陈姓民众驾车时，车上还有2名同车的乘客，我们警方也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5条第8项的规定来处以6000到15000的罚款。大安分局呼吁，无论如何，记得真的不要酒后驾车，也不要抱持着侥幸的心态，以身试法。